好多谢两位。那接住落嚟送俾各位嘅歌曲，曲名系《猎镜重圆》，系名赞曲家陈嘉慧女士嘅作品。嗱，曲文咧大概咧系讲述咧，当时咧陈国咧系俾隋朝咧消灭之后咧，咁乐昌公主同徐驸马咧就要鸳鸯分散啦。喺临别之时咧，佢哋两位咧系将一块镜咧系破开两边，咁啊一人咧就收埋一边，咁啊好待咧第时咧系见面嘅时候咧作为信物之用嘅。咁究竟佢哋两夫妇能唔能够破镜重圆呢？咁一息间咧，大家欣赏《猎镜重圆》咧就有分晓噶啦。嗱，我哋今晚咧好荣幸咧，系请到呢一首曲嘅原唱者之一，佢系著名资深嘅曲艺表演家何华栈老师。咁啊，今晚嘅拍档咧系王杏梅小姐，送俾各位《猎镜重圆》，有请。
Thank you.
伏兵中，仓促被劫去何从？在重逢，此刻恨已空，两看泪眼朦。暮雪遇冷风，致冰冻，四壁皆空，太息勿尽土穷，狼空病痛，自归催魂点来丧，明猫被谁人了妆，愁天万重。
炉烟阁，西独啊，赤苏难全送，相逢唯在梦啊，盼明天遭逢。云水下，聚散问苍穹。含万劫草
相逢，伉俪同偕情意动。烈镜从元流斩中，大恩厚德铭心中啊！双燕合抱旧思同啊！情了伤心。
信未通。细水顺匆匆，孤芳山轻送，岂破镜重逢。风千秋赞颂。